摩天轮始终在转中啊，大家排的队。一次啊，一个里面只能坐几个人，坐四个人吧。哦，进门的时候呢，给盖了个手章啊，这个是油性的，所以说呢，玩水也化不掉。有的有空调，有的没空调，所以说他们就安排人们坐有空调的房子，小房子里啊。这个有的上，有的下啊，下两个，上两个。这是旋转木马啊，在运转。啊，开那天坐了一次啊，又来一次啊。再体验体验啊，这次和媳妇儿一块儿啊。这个每个小房子里面啊，上面都有个空调，但是现在呢，并非每个空调都打开啊，所以说我们是隔几个，上个人啊，他也是没有空调不打开啊。感觉到现在好像游客少了啊，今年游客比往年啊，我不是指这个海洋公园，海洋公园刚才一两个月时间吧啊，就说其他的啊，游客比往年好像要少一点。远远的看去啊，海滩上也有不少的人啊。这个海滩呢，不是最热闹的地方啊，最热闹的地方在大拇指附近，鸭子这边啊，也有一些啊，也有些人在游泳。居高临下往西边看啊，这海滩上也是人很多。跟小蚂蚁一样。又一个水上项目啊，这个水上项目我们还没玩啊，这小朋友玩的多一些，应该是大喇叭哦，也没玩过，玩的人也好像不多。张家岛啊，今天天不错。海洋公园啊，它的北面就是咱们金长城啊小区啊，这些小区的别墅，看看这边是别墅，然后再往西一点呢，就是万豪亭海苑。这金长城的别墅啊，这个瓦都是蓝色的啊，青瓦台啊。看银滩吧啊，那边的海金城，那边的金鼎名城，这边的金鼎的银龙湾都是高层啊。啊，居高临下看一看吧。度假鸭啊，那叫度假鸭。这个项目叫什么名字叫不上啊？冲浪池，刚刚冲了一下浪啊。这是旋转木马吗？叫这叫什么玩意儿的？空中秋千。是旋转木马。雪山后面呢啊，海边游泳的人们，海边游玩的人们。哎呀，惊叫声啊，船上来了，正好是在个大摆锤啊，大摆锤那儿啊，看看大摆锤，真是啊，惊险。哦，就我坐上我也得喊啊，比较刺激的，高血压不行。这边过把枪瘾啊，又打一个啊，你打个三个，你打掉三个了啊，枪法不错啊，不愧为这个当侦察兵的啊。啊，30元一局，30元啊。有教练啊。百发百中啊。刚在空中拍了一下旋转木马啊，现在咱们在陆地再拍一下啊，地下拍一下。一个小家庭带着孩子们，有爹爹，有母亲，亲子游啊。这什么项目啊？都液压的啊，液压臂。这个空中自行车，不是啊，尖叫声声，下去了，被冲下去了。